这期我带你们看看画面精细的古瓷杯花样是如何烧制的。把花籽多余的部分剪掉，将花籽泡到清水至脱模，清洗杯子，完全脱模后将花籽贴至杯子表面，抽去底子，对好位置，将花籽底部水分刮干，放置烘干机将水分充分烘干，烘干后把杯子放置专用炉调节温度，开始烧制。图案精细到像法师一样的触须都能清晰可见，你也来定制一套属于自己的瓷器吧。